今天我要拆卡啦，要连续拆五包，还是两元的趣影包哟。彤彤也要学他们两个一起拆了，看一看我们这次的运气吧。一样，两张普卡，一张紫贝，原来这叫背景卡。先翻紫贝 ，SSR 卡，苹果加尔，还有桑德巴尔。其实我觉得这两张背景卡也很好看呀。彤彤说运气更不好了，这算是空袋吗？翻，彤彤 ，R 卡 ，R 卡 ，SR 卡。加了四，这的彤彤直接三个一起哟。来个好卡吧，看一看，一样，两个普卡，两个背景卡，先翻紫贝，云宝的 SSR。啊，一点运气没有。哎呀，真的是耶，一点运气也没有啊。这个都重复了。SR 重复。好卡好卡，快点来，我看看，没有好吧？哎呦，空袋吗？这是空袋吗？又是两个背景。哦，这个很好。这是 R 卡，这两个呢？开。哎呀 ，R S R， 最后一袋运气来吧，看一看。啊，贝贝！啊，这是运气吗？这是不是运气，彤彤？开。哇，苹果丽丽的 UR 闪闪的，好好看，彤彤非常开心啦。还有两个背景卡，然后 R 卡 SR 卡，今天运气还算可以啦，五包出来了一张稀有卡。